赵哥，是我，小义哥哥。暗夜幽亭的人已经从正门攻进来了，穆贤长和凤舞呢？在楼上，凤舞得知君殿下遇害的消息，急火攻心吐血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整个军武学院沦陷只是时间问题。这样，你带着穆贤长和凤舞进入藏书楼的密道，从后山逃出去，万事小心。